美亚经纪人说是美亚让他去华康商场拿药的，至于是什么药，他也不清楚，只知道美亚注射之后精力就异常旺盛。嗯，调查一下华康商场的监控录像。哦，王一晨那边我也查到了，美亚出事的时候他确实和杨绵绵在公园下棋，但是绵绵怎么会认识王一晨啊？ 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还在查着呢。大家过来一下。你们看，就是这个快递员给美亚经纪人送的药。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快递员找到寄药人的信息。报告出来了，美亚注射药物的副作用。 和沙月一样。你刚刚说，你没有见过寄件人。确实没有见过，那人都是用小区的积烟柜来寄快递的。那倒不是。我负责六个小区，那人用过其中四个小区的蜂巢快递柜寄过件。这么奇怪的行为。 你不觉得可疑吗？确实有点可疑，只不过拿好处了。这人倒是挺大方，每次都会在快递柜里放200块钱盒。 一包烟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继续。我跟你说个实话，华康商场其实不属于我的配送范围，但是我真的很想挣这笔钱，所以就……寄件人的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，你不知道。 寄件人用假姓名和假电话都挺正常的，因为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快递员也不会给寄件人打电话的，所以，你从来不检查寄件人寄出的物品吗？我查过了，是一种透明的液体。刚卸任不久的开利集团代言人美亚昨晚发生意外，至今仍昏迷不醒，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。 沙月姐死了，现在美亚也出事了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沙月姐状态好的时候，表演特别生动，美亚也是，但是只要状态不好，就会上气不接下气，头晕。 石青哥哥。 林面，你来了。石青哥哥，怎么了？最近很累吗？你看你都瘦了一圈了，来，吃点甜品。
妹妹，你身体一直不太好，要不我帮你介绍个医生吧，他也是我们顾家的家庭医生，我认识很多年了，让他帮你看看好不好？不用了，石青哥哥，我身体没事儿，挺好的。不过倒是你最近公司出了不少事吧？还好吗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陈明死了，沙月姐死了，现在美亚也差点死了。他们要么是开利的员工，要么是开利的代言人。你是开利的总裁，应该很困扰吧？这些事的确让我很困扰。公司这几年发展太快了，就会有很多问题。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？我就想知道，沙月姐的死到底是谁造成的？梅梅，我也很想知道。我们在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。我今天找你呢，也是想问你一些情况，或许你能帮我搞清楚这其中的问题。陈明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了，在他出事之前，我发现他有点不对劲。不对劲？他好像在忙自己的事业，在秘密地筹备什么。陈明这个人虽然平时呢不怎么低调，但也不至于为了一个恶作剧的包裹去绑架你。所以，绵绵，你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冲突？放开我！果然是你。答应我，不要再和任何人提实验室的事情了，忘记之前发生的所有事。好吗？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要杀了我，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最近还发现，沙月和美亚有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好像在秘密地服用某种药物，这种药呢，可以让他们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。但这个药也有副作用，所以他们的状态时好时坏。我还在调查陈明周围的一个人，看他的所作所为跟这些事有没有关。你查到什么了吗？沙月和美亚的经纪公司是我们开利赞助的，我把他们公司所有员工的资料拿过来排查，发现里面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吸毒的前科，而且这个人做事手脚不干净，他叫张涛。我正在暗中调查他和陈明的关系。张涛，绵绵，你相信我，我会查明白的，也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但我希望你要是想起什么来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好不好？说想找个时间和我俩吃个饭。刚刚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看电视吧。最近医院有点太忙了，上次跟你一起出去也是被临时叫走了。抱歉啊，是我没专心。没事儿。可是你医院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忙？最近突然多了一些研讨会，等忙完这阵子就好了。那你一定很辛苦，对不对？
要不我们去度假吧。先跟我一起去吧。去哪？我们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远离所有的烦恼，好不好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就都是快乐的。这个人真的知道什么的话，那沙月姐的死还有我的事情就都有线索了。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我知道你和沙月的死有关。我可以罗列几点关于你的信息。你平时每天早上9:15到9:30之间出门，如果不去酒吧，会在晚上7到家。中午喜欢点同一家炸猪排饭，每天喷3海盐味道的香水。每个月，你会去星海广场理发店剪头发。重点是，上周日你去过市西码头，参与过的买卖不用我说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。如果你想让你做的事情继续隐瞒下去，那就今天下午3去公演现场，沙月出事的地方，给沙月点上蜡烛祭拜，求沙月在天之灵原谅。我也不知道这药能害死你啊！哎呀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您就原谅我啊！那个您，哎呀，您坐着安心，我下辈子我当牛做马，我好好伺候您。重案大队，什么？你是谁啊？怎么了？咱们是不是宣传匿名举报电话了？我刚接到匿名电话，他说美亚和沙月的案子都跟他们经纪公司的张涛有关系。张涛？嗯。不对，你刚挂的是我们内部电话。这个电话一般人不会有的。对啊，那这个是自己人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没有证据的话，只能救人，没有办法抓人，还是先把魁德贵查清楚。四叔，手怎么了？啊？一个正常的男性这样看手，合理吗？只有女孩会这么看手吧？这是根据快递员提供的线索调取的监控录像，应该就是寄件人寄药物时所用的快递柜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男人有点女性化呀。嫌疑人身高1.8米，中等身材，年龄在35左右，是一个行为举止有一些女性的男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们上次去开立的时候，在电梯里遇见了一个特征相似的人。巧的是，沙月经纪公司属于开立集团旗下，和刚刚匿名电话里提到的沙月经纪公司的张涛，很可能是一个人。
往哪跑呢？案子有进展了，是不是杀死沙月姐的凶手找到了？哎，我也没为沙月姐帮上忙，心里挺难受的。你不是已经帮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打电话告诉我们张涛是嫌疑人。张涛？谁是张涛？我不认识张涛，反正不是我。你觉得没有证据的话，我会这么确定吗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谁告诉你的？石青哥哥，顾石青。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因为他人好啊，他知道我想知道，所以告诉我。不像某些人啊，不让我管就算了。我帮忙反而还要怪我。他人好。杨绵绵，你搞清楚，陈明是他公司的员工，美亚是他公司的代言人，沙月也是，开立的负责人就是顾世清。还有，他有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他为什么不告诉警察，要告诉你？那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杨绵绵，你相信我吗？嗯，最相信我。嗯，我知道你很想帮忙，但是有些事情必须是我们来做。你一个人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从陈明绑架你开始，你就有一件事情一直瞒着我。我问了你很多次，你要么逃避，要么不回答。这是为什么？你不说你最相信我吗？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现在不是有我吗？我可以帮你一起整理。这件事跟我哥哥有关，是我们小时候的事儿，是在认识你之前的事情。你看我身上，我这里、这里、这里、这里全都是问题，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我哥哥的死是不是和我有关。金楚哥，正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，所以我不想你卷进这些不好的事情里。金楚哥就应该做警察该做的事情啊，惩恶扬善，伸张正义，对不对啊，金楚哥？一直致力于为广大顾客带来最好的产品，相信市场呢也会给我们最诚恳的回应。这一次经过我们多年的潜心研究，我们即将推出一款全新的产品。从陈明的死开始到南宫、沙月、
美亚，王一晨，这些人都接触过药物 X， 都跟凯莉有关系。药物 X 和凯莉脱不了干系，还有他的药物副作用和父亲当年研究的 RBT 有很多相似点。喂，文清，对不起啊，临时要出差，需要出国一段时间，给你请个假。不是，我们不是约好明天跟我爸妈一起吃饭的吗？但是这边突然有一个会，必须要去。什么会啊？是一个小型的国际研讨会。我知道，都已经说好的事情突然变卦了，是我的不对。你既然那么忙，那你就忙吧。穆晴姐，早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开心啊？没什么。啊，对了，我昨天看隔壁商场正打折呢，还有一条裙子特别适合你，等下班咱们去看看吧。我昨天刚买了一件衣服。好吧。燕子，嗯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儿。是吗？你说如果有一个人答应跟你去见家长，紧接着就消失了，电话打了好几天才接一个，接了之后就说见家长这事儿要取消，你说他这是不是反悔了，变心了呀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许博士不高兴吗？哎，都到见家长了，恭喜恭喜呀！哎，果然谈了恋爱就是不一样，连你都开始为爱烦恼了。不过呀，你担心的事情不可能，谁变心许博士都不会变心的。我觉得呢，他就是见家长他紧张。你想想啊，你是他唯一的软肋，见软肋的家长，多少会有点紧张嘛，对吧？我觉得他有事儿在瞒着我，正常。我谈恋爱那会儿，我也成天胡思乱想的，特别敏感。不过啊，穆晴姐，感情的事情，你与其胡思乱想，倒不如直接问问他。谈恋爱嘛，最怕就是误会了。嗯。进来，宋志，药物 X 的事儿是吧？是。陈明南宫和沙月的死都跟药物 X 有关，而美亚的症状也跟注射了药物 X 的状态相似，而且药物 X 的作用和副作用都和我爸爸当年留给我笔记本中 RBT 的项目相似。宋志，我爸爸当年 RBT 这个项目你到底知道多少？这个研究到了什么地步？这件事情我知道的也不多，但我相信你爸爸的为人， RBT 项目一定是遵守了科学和伦理的研究，你不用想太多。那有没有可能重新查一下当年这个项目的具体细节？好，这件事情我会帮你解决，但是你现在把精力放在案子上。凯莉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，这一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我提醒你啊，要动凯莉就一击击中。明白。看你风尘仆仆的，应该是直接从机场过来的。嗯哼，这不是想你了吗？赶紧回来，一会儿吃完午饭我再回去。
怎么了，穆晴？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觉得你有事儿在瞒着我。许哲，如果有什么事儿，我们要一起面对，一起扛，这样才是真的在一起的感觉。可是我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扛呢？你真的有事儿？偷你的了啊？别放在心上。不过我还真有一件事情，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一大早上不去上课，跑这来干嘛？梅雅姐住院这么久，都没有亲人来看她，好可怜啊！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不要多管闲事。我不是一场相识吗？我就来看看。哦。难道他也是你的爱豆？那你对他了解多少？你跟我讲一讲。你好烦，我走了。请问我姑娘住哪个病房？你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姑娘住哪个病房？哦，护士姐姐，阿姨是问她女儿在哪个病房。哦，那她女儿叫什么？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啊，阿姨？丫丫，我姑娘叫丫丫。她说她女儿叫丫。阿姨，你有你女儿照片吗？有啊。梅亚是您的女儿？对对，是她。护士，这个是梅亚的家属，我知道她病房在哪儿，我带她过去吧。阿姨，我认识你女儿，我带你去她病房吧。那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金主哥，燕子姐，丫丫，这位是梅亚的妈妈，她是来看梅亚的。你怎么样了，丫丫？阿姨，她身体没什么大问题了，就是还没醒过来。不是你，丫丫怎么会成这样？还不走？我不管，你得来。什么？女儿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来？有什么比她的身体还重要啊？我不跟你说了啊。阿姨，有关于美亚的事情，我们还想具体了解一下。阿姨。美亚平时身体怎么样？她有没有生什么病？平时会吃药吗？美亚她以前身体一直都很好的，就是不知道她出去工作以后有没有什么毛病。她这孩子有事也不跟我说。
那他以前的病历呢？哎呀，以前我们在农村的地方，病了就去诊所，哪有什么病历呀？警察同志，丫丫是不是得了什么大毛病了？阿姨，您怎么一个人来看他？美亚的爸爸呢？他爸早死了，丫丫是我一手拉扯大的。抱歉，阿姨，那您知道美亚经常和什么人来往吗？王逸晨，您知道吗？什么？王什么？阿姨，您有没有听过王逸晨这个名字？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什么姓王的。这一块儿，刘导，美亚醒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我们在医院遇到了美亚的妈妈。有什么消息吗？他妈妈对美亚注射药物的情况并不清楚，但是只要提到美亚的父亲和王逸晨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像有所隐瞒。金队说的没错，美亚的妈妈应该是知道美亚和王逸晨的关系的。刘大，刘大，嫌疑人张涛已经交代了，他是从 SDK 经纪公司拿的药物 X， 而且他已经承认了知道药物 X 的危害性，但是这一切都是听从经纪公司老板张明浩的吩咐。张明浩，先抓了这个张明浩。是。张明浩跑了，你马上去查张明浩的车牌号，派人在附近的位置严密看守。是。我们要立刻派人去火车站、飞机场，还有高速公路收费站，绝对不能让张明浩逃跑。我马上就去。我再去张明浩的办公室看看有什么线索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是。这都要啊，这个不行，不要。进来。接下来的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陈总，美亚他。美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安心比赛。只要比赛赢了，美亚的事我们可以不追究，家人也会好好照顾。盯着他，让他好好比赛。躺着，你都不去看她的吗？我女朋友。对啊，美亚姐，她现在很危险，她的身体状况就跟沙月姐死前是一样的。我一定会尽力比赛的。什么？比赛时间快到了，怎么了？我一个粉丝。记得来看我的比赛。一定要来啊！目前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凯利，我们这次把凯利集团的来龙去脉再梳理一遍。小刘，14年前。
顾凡成立开利公司，最开始做保健品生意。四年之后，开利找到了形象代言人，生意也逐渐做大。两年前，顾凡患阿尔兹海默症，他的儿子顾世清正式接管了开利公司。常燕他们在私人诊所的病例中发现，所有服用药物 X 的病人都是两年前左右。从时间上来看，这会不会跟顾凡的病情有着某种联系？有没有可能，药物 X 就是针对顾凡的病情研发的？顾时清是想治好顾凡的老年痴呆，可要想治好阿尔兹海默症，哪有那么容易？说不定美亚和沙月就是顾时清的小白鼠。大家想法都很好，在线索没有整合之前，先不要急于下结论。静楚，你继续。顾时清杀人的第一个大动作，就是赞助了第一届 SDK 女团的总选。沙月，第一届 SDK 女团总选的冠军，代言了开利的保健品。由于开利保健品的效果显著，加上粉丝运营的好，开利集团的销售额就逐步的上升。也可以说，开利集团能有今天的成绩，离不开顾时清。保健品的抽样结果出来了没有？抽样结果没有任何异样的显示。顾时清是一个做事严谨的人，我们拿到的这批保健品会不会被调包了？我们这次属于突击行动，他要是想调包，撤货的速度也不会这么快。既然保健品没有问题，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保健品和药物 X 没有任何关联？未必。你们说有没有这种情况，开利集团的保健品的确没有问题，但沙月和美亚吃的保健品只是幌子，其实就是药物 X。